既然话都说清楚了，这些东西留着也没什么用，拿回去吧。拿不拿？你非得做得这么绝是吗？反正迟早要断干净，何必拖泥带水呢？那上次你说的话还算数吗？如果从此互不打扰，那算数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明明是在意我的，为什么要推开我？这样的爱能维持多久？或许止步于此，才是对你对我都好。如果我之前做了什么事，让你误解了，那对不起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是误解？是。程峰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是误解吗？爱奇艺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